你太嘚瑟了，让你跟我嘚瑟。知道了。千秋，哎呀妈呀，太多人了。冲冲，莹莹，醒醒。他们都是因为跟我嘚瑟啊。千秋，你们到底怎么死的呀？啊，嘚瑟死的。魔女咋的？跟你嘚瑟就得死是不是？嗯哼，哼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要干啥？跟我瞎嘚瑟啥？乱死了！我走了。各位，哎呀，今天啊，我觉得真的应了那句话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啊！各位都是演技派啊！但是我们游戏还是有游戏的规则嘛，我们要三个场景进行 PK， 那这是最后一个场景了，所以最后的冠军是谁？你们两组现在还有没有对自己有信心？我们有信心呢。我们不仅演了东方不败，我们还演了东方蜘蛛侠，我们还演了人体蜈蚣，我们一个戏里有仨戏。关键你这个给人教育很深的，平时别嘚瑟，生命危险，是吧？两对喜剧人在前两轮演技大比拼中打成了平手，请亮牌。决胜的最后一轮，哪对能获得冷面人更高的支持率呢？